我来台湾已经第15年、16年。那我来台湾的时候，发现台湾的路上其实真的很多烟蒂，很多台湾人就是路上一边抽烟，然后一边抽完烟随便丢。老实说蛮难过的了，因为台湾是我自己喜欢的国家，自己的第二的故乡。而日本人呢，虽然是他们会抽烟，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烟灰盒，路上不会随便丢。像比较热闹的市区哈，都会有吸烟区。我的老师常常讲啊，来た時よりも美しい，意思是回去的时候比来的时候干净。台湾的会抽烟的朋友们，不用乱丢烟灰烟蒂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带烟灰盒。我相信你们一点点的改变，就很大的改变的开始。